老师找我。你最近跟未来走得挺近的。啊？没有吧。你别紧张，我看到你们之间有交流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成绩相差比较大的同学能够互相帮助，咱班学习气氛才会越来越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呢有个全新的政策，明天开个班会，你帮我通知一下大家。嗯。是鸡鸭鱼，挑一个，快点写呀！好写。妹妹，买定离手，快点写，放学回来。小娜，甜甜，放学。小麦同学。成静。打来生，打来生，打来生，我写好了啊，交给你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什么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说这四个人怎么想的？难道要跟你洗一个衣服？我方学为了自己的尊严和未来进行了一场学习上的赌注，在这场轰轰烈烈涉及全班的赌注中，天时地利人和我都不占。事情还得从尹老师的那个决定说起。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现在开始我们班要有一个全新的政策，就是哆啦 A 梦计划。哆啦 A 梦？咱们从开学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次考试了，这三次考试呢，咱们班的平均成绩垫底儿啊。我看大家最近学习状态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把你们两两分成一个学习小组，哪个小组先超过1100分，我就满足你们一个愿望。当然啊，得合情合理。老师，我想住单人宿舍。行。老师，我想坐在讲台旁边，我近视眼看不太清楚。可以。老师，请问学习小组该怎么分啊？这算问到点儿上了，咱们按照前两次的考试成绩综合排名，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分成一个小组，以此类推啊，和谁一个小组就和谁同桌。老师，按你的逻辑来看，我们好学生就理应该辅导差生，这对我们来说不公平啊。对啊，不公平啊。对啊，不闹着玩的吗？我觉得这是压力也是动力，两个人一起往1100分努力，说不定还能把你们每个人的潜能激发出来呢。放学，你跟谁一组啊？不知道。我跟汤甜甜一组。好了好了，大家能不能对我的决定有点信心？行。哎，那个，
要是考到1100分，想要什么奖励？还没想好，你呢？我想要第7次生物研究论坛的邀请函。那啥？下个月我们这边有一个生物研讨会，只有尹老师能带我过去，而且据说有专家带的普鲁斯鳄的化石，我要错过这次，就再也没机会了。那个，明天中午12点半，图书馆你别迟到了。嗯。你来晚了，我尽力了，我这饭都没吃完呢。你下次时间能不能约晚一点？你基础那么差，不来早点怎么能行？我看你就想要1100分的奖励。哎，算了，我这人呢也不愿意给别人拖后腿，来吧。先想这个题。第一步，把原方程式改写成3x+5y，等于589。所有带分母的方程。都得要分子分母交叉相乘，你是不是有多动症？不好意思啊。这道题怎么做的？哦，蒙的。那这道呢？也是蒙的。那以后要是你连蒙都蒙不对，你连这个分都考不到。那不一定啊，下次我说不定蒙对的更多。对了，尹老师让我们下午两个人一块去买教辅。叫我干嘛？我哪知道，他说的。这些都各要41本。嗯，好的。哦，我待会儿把我老师电话留给你啊。嗯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这本书的钱另算。好，可以。没想到你这个还挺有童心的，喜欢看这些。不喜欢这些，喜欢你。没事。奇虾喜欢攻击其他物种，导致很多海洋生物长出了盔甲，以躲避奇虾攻击。这不李达来吗？鱼食猿，生命历史上最初走上陆地的脊椎动物。这鱼食猿和你还挺像的。每天只能走个10米8米，就跟你来复读似的。哪像啊！你长得这么丑，你看跟老鼠似的。蔚蓝，你在干嘛呢？多大了？我18，快19了。你不是说中秋不回家过，是到外地去参加实践活动吗？啊，因为我想陪我女朋友，怕你们不同意，所以撒了谎。蔚蓝，你爸是同意你谈恋爱的，只是你中学还没毕业吧？哎呀，我这都……对，他是我高中同学，但没考好，所以复读了。你怎么也穿一身校服啊？这是我们的情侣装。那个他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站住！不让你们走了吗？叔阿姨，是这样子的，他追我，我没同意。其实我们还没正式开始谈恋爱。我这要上课了，能让我先走吗？走吧。谢谢叔叔。
谢谢你啊，今天其实本来没想让你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能理解。不过你准备真的瞒着他们呀？嗯。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？说了也没用啊。其实我还挺佩服你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不超过三天准说漏。那这件事情你能帮我保密吗？肯定能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没问题。可你不是说你保守秘密超不过三天吗？我那是说我自己的事儿。这样你放心了吧？未来，阿姨。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跟你爸直说呢？你觉得跟我爸直说有用吗？你要是愿意，你去说。我才不说呢。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你自己说比较好。你们两父子啊，就是太欠缺沟通了。学习辛苦，别省着吃喝。这钱我爸给我的。我给你的。你的钱我还是不能收。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。既然你自己已经决定了，就要对自己负责任。你爸那边我先帮你瞒着，以后学校要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跟你爸说的，我来处理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听高三的女生说你和小学谈恋爱了，那她现在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。那高三的女生说的是颜值糟糟，还说你们俩的校园门口就是那么说的。哎，无聊。哎，你怎么跟他们解释清楚啊？解释有用吗？这会越描越黑。清者自清。我就说两句话，问完我就走。说吧，你到底和没和你们班那个炸学校的女生谈恋爱？没有。可是我今天下午在学校门口的时候，听到你们在说什么男朋友女朋友的事儿。你听错了。蔚蓝，你绝对不会跟他在一起的，对吗？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对。我听说他们家是办丧事的，你离他远一点儿，你加上他会倒霉的。刚才那帮人太欠了，别搭理他们。哎，我给你擦擦，别感冒。你怎么没来？我忘了。我先走了，你俩先聊。你记得什么？还不是怪你的女粉丝。什么女粉丝？隔壁班那个王梅，泼了我一身水。图书馆资料不外借，我给你抄了一份笔记，自己看吧。别，我不敢，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吧。我不想再被他们泼一身水了啊！根本就是找的借口不想学习了。
顾少玩的倒是挺好，不是你说我就说我，待会儿朋友干嘛？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啊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想要那个1100分的奖励，没有我们这帮差生，你不是也不行吗？你愿意烂泥扶不上墙就算了，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行，我不想拖累你，我靠我自己，我也能提高50分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这四个人怎么想的？难道要给你洗一个月衣服？一个月不用洗衣服喽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李达来虽然嘴损，但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。我觉得方学这事儿吧，确实有点蹊跷。 什么意思？你说他是为了未来才八分吧？是啊，大伙都说他俩不配，那方学多伤心呐！好歹人家是个女生，二宝，你懂挺多呀。我咋的呀？我这么大岁数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！<笑>我去年复读生，同桌就是个恋爱大师，天天跟我传授恋爱经验什么的，想不听都不行。哎，那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的可多了。 就比如说这个偶像剧里，一个女孩要是总问一个男孩较劲，其本质上就是想吸引对方注意。继续啊，继续啊！我给你们从头讲啊，一个女孩要是喜欢一个男孩，会有很多表现。第一，注意形象，女为悦己者容嘛，尤其是那些不修边幅的女生，突然开始打扮，肯定有问题。开始打扮了。 是，是甜甜非逼着我，不可能。第二，勇往直前，就是找各种机会跟你接近，甚至产生肢体上的接触。等一下，你喝我水干嘛？哎，拿错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比如共用餐具。 水杯什么的，那不就相当于间接接吻吗？第三，欲擒故纵。哎，我们不是明天在一块吃吗？我换组了，我们还是井水不犯河水比较好。这招最烈，用的好的能让人抓心挠肝，要领就是适度冷漠，适度让对方紧张。啊 一会儿教学了，后面见。找我干嘛？那个，有话快说。有那啥快放。我来这边复读是为了安安稳稳重新考一个大学，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任何关系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为了得到我，才和我打赌的话，那我觉得没有必要。什么？ 我是不可能喜欢你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去治治你的脑子，好吧？小学，这样你都能睡着？对啊，你行不行啊？肯定没问题啊！我今天不睡了，我明天肯定能及格。 Grrrr.
这题太简单了。对啊，大家都是八九十分，根本拉不开差距。你说这题它就不能再难一点？这且能激发培训班靠谱吗？怎么感觉能给个开天眼似的？谁知道呢？疯了才会报这种班吗？你赶紧扔了。怎么了？帮个忙，交点钱。嗯，多少？说吧。800。什么？800？你要那么多干嘛？我买教辅。800块钱买教辅？你要做了高六啊？哎，你有多少借我多少行吗？其他的我找那个程静他们凑点吧。哎，你别找程静他们凑了，我都给你啊。你等会儿，我数数。啊。800。你什么时候对陈念的事儿伤心啊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儿，别老操心我。对了，你得加油啊！哎，哥们儿可不能因为你输了我欺负啊！你放心吧，这都肯定拼了。我要继续睡了，走了。是来报名我们的培训吗？哦，你好，我来打听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结业之后真的能退800块钱啊？当然，我们不会做虚假宣传。哦，那挺好。哎，那这个真的能提高成绩啊？要不你先体验一下。哦，好呀。这是训练呢，叫做潜能激发。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规则。你们依次从这边向我跑过来，边跑边做动作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们的动作不能和前面同学重复，明白了吗？来来来来，每位同学勇敢的第一个上，我来。好，来，很漂亮。来，下一位谁上？大胆一点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来，很好。来，小朋友。来，哪位同学？来来来来来！哇、哦，漂亮！鼓掌鼓掌鼓掌！这个游戏啊，要玩下去，能玩3天3夜。但是你们的动作永远不会重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因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。来，你真是靠谱、啊！来来，我们继续。嗯、来，晚上的更精彩，拭目以待吧。你眼睛很亮很亮的，你感知一下是什么颜色？是。你好好的感知一下，你可以的。红色。对，太棒了，这就是潜能激发的神奇之处，大家掌声鼓励。告诉我，你刚刚是怎么看到是红色的？姐姐，我其实是透过眼罩的缝隙看到的，你别告诉别人。愉快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，马上就到了我们结业的时候了。在我们结业之前，我希望大家都念一段结业感言，并且能不能结业，还有一个标准，
那就是必须要哭。下面我给大家制造一些氛围。好，哪位同学第一个来？老师，我好。这位同学勇气可嘉，来吧。人生总是这样，有些路无论曲折与否，总要自己走。我好，这位同学情绪饱满，大家要以他为榜样。来，下面。老师，我想问个问题啊，我们这个结业了，800块钱能退吧？对，代金券我已经给大家拿来了。如果大家想继续学习，更加深入的学习，你当初也没说是代金券呀，对呀，也没说现金啊。那你这不属于欺诈行为吗？这个小姑娘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是正规机构。是我好不好说话？那你们这是骗子呀！我们各自有账。你把钱退给我。安静，你们这里的负责人是谁？我是负责人，给我出来一下。你们有营业执照吗？有吧，在总公司啊。还有总公司？你们搞这些东西有科学依据吗？有，我们是根据物理学量子纠缠和量子光的力波二次性，因为很专业，所以我们一般不和家长去沟通这个问题。麻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全体同学请注意，大家务必要小心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潜能班，打着什么返还学费的旗号骗钱。我们学校高四女生方某就上当了。大家想提高学习成绩，还是要找对学习的方法。这不是方某吗？你叫啥？方某啊，广播上怎么说的呀？我说方某，你为了配得上咱们未来，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什么潜能激发班，你可以讲。我也受害者，好吧？那些人都是骗子。行了，这方面我已经说不过你了。你这个潜能是真的被激发出来了。哎，我说，你这个算不算误入歧途啊？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。说吧。我不想跟你读了。谢谢你啊，但这个事儿呢，不是说我们不读就不读了，那么多人瞎赌注呢。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你咋了？没事。陈静，我是不是真的特丢脸啊？自己不好好努力，去上什么潜能激发班，肯定会丢人啊。你怎么跟他说一样的话？我只是在阐述事实，要想证明自己不蠢，只有成功这一条路。方雪，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，是最没有资格懈怠的。其他人可以去出国学艺术，但对于我们来说，高考是最公平的机会。哪怕你没有跟未来去打这个赌，你也应该像个成年人一样做事儿。你说呢？长青，有人写我了吗？
一个夏天，天空很蔚蓝，思念突然有了起点，是发送向你的射线。哦，阳光很耀眼，空气也微甜，就像你那干净的笑脸，一瞬间拨动我心弦。哦，你的小心翼翼，你的倔强脾气，让我情不自禁，就像要守护着你，做你炎炎夏日的解释语，收藏你温柔的贴心和调皮的小任性，赶走你的坏心情，让所有阴霾都散去，失落是给你鼓励，困惑是我加油打气，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。开始答题。给了纸条。什么纸条啊？啊，你给我的呀，好多张呢。啊，这不是我的字啊，小傻瓜。不是你的。啊。行，该道歉还得道歉，不可不道歉啊！我们好不容易能不能翻身一次，哎呀，这次就算了。不过，该洗的衣服还得洗啊。洗衣服？洗什么衣服？上课。记得洗衣服。上课。谢谢你的纸条。啊，没事。这是我录的第 N 遍了。文理分科的时候，其实我选了文科，但是我妈想让我选的是理科。现在我问起我妈这个问题，我妈还是有一丝丝的生气。你当时为什么不听我？希望大家忠于自己的生活，忠于自己的路，往前走，勇敢迈进，加油！我选的是理科，爸妈和我老师还挺支持我，因为我爸本来想让我学医，然后现在我的梦想是想去。从事电影行业，所以说我也在准备艺考，就是通过艺考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在文科方面有一些天赋的。我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理科的，爸妈有没有阻挠什么的，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选科，他们也一直觉得我应该是会选理科的。当时一中有一个传言说有人跳楼为了打篮球，实际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人是我们隔壁班的一个男孩子，早上五点睡不着想起来，但是六点的时候我们宿舍才开门，所以他直接从二楼的窗台通过那个挡雨板跳下去，结果正好遇到了陈练导副校长，他只留下传说他见过凌晨五点的一中。我上学期有和一个晚上男生拍组校园主题的照片，摄影师把他发到表白墙上，当时蛮多转发量的，蛮大胆的一个事情。高二的时候，我和一个朋友排练了一个舞蹈节目，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叫做达人秀的比赛。放学了之后会在礼堂排练到很晚才回家。为了这个舞台效果，我和那个朋友吵过，吵
有吵过好几次架，当时比赛完的效果其实特别好。这是我2岁就相识了好朋友，好知己，好闺蜜，也是表姐妹。我们走过了15年的从幼稚到成熟的道路，真的很感谢一路上有她的陪伴，特别幸运。